是问我生命中若是无你，我根本就活不落去。啊，不过，你那你还是要安怎？你免那应该喊你祖叔对我走，我还替你那娘。就算你真是做会到，我嘛做袂到。玉环，咱遐尼久的感情，敢讲就安尼放水啦？我嘛想要知影。阿娘，天宝，你真是为着玉环，无爱替我这亲生阿娘死。天宝，你阿娘要来看你，所以你卖逼我，你卖逼我做选择。天宝，我是你的阿娘呢，我袂叫你做一款无情的选择。天宝，你喜欢的我拢喜欢，你爱的我嘛会爱。阿娘，玉环，在我做出遐个代志了后，你会讲这个话，我实在是足感动的。你甲天宝的感情这么深，为着恁两个幸福，我决定放弃对恁家的成见，成全恁。你愿意做阮江家的媳妇无？阿娘，你答应我跟玉环，是不是阿娘答应要娶平安？无唔对，伊答应啊。恁两个兄弟的代志，总算是让我放心嘛。阿娘，阿娘。我两个兄弟也娶新妇，新娘回事，袂当因为我的代志，爱阿爷牺牲遐尔大。天宝，你替恁大兄小想一下好无？你要叫伊孤孤单单过一世人生。虽然命格无玉环好，也毋过我相信，伊会是江家的好媳妇。搁再讲，在我上痛苦、需要斗三工的时阵，命格一直在陪我，伊嘛一直在照顾恁阿兄。玉环，看到你安尼死，我相信恁阿爹绝对不是外口的人所讲的安尼死。过去我对你讲足多无应该讲的话，我甲你悔死的，你着原谅。我是一个老大人，拢是为着后生卖囥的心肝来，好不好？卖跟他点头，你也袂答应我拄只所讲的代志。我愿意，就好诶，就好诶。天宝，恭喜！金梅啊，金娘，我甲玉环要成亲啊！我两个要成亲啊！玉环，恭喜！我就知影，你来让我有缘，一定要度过所有难关。阿姆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有什么要求你尽量讲，我一定答应。不管安怎讲，我拢是林家的子孙，所以我希望会当为林家嫁出去。我更加希望。我阿爸，伊会当欢欢喜喜看我坐飞机。就算讲我答应，恁阿爸嘛无一定会答应啊。老小姐，你到需要伫这个时阵讲这想法，你阿爸，我是感觉你一生的幸福较重要。啊，不过总不应该无人陪我，让我家己一个人去坐飞机啊。玉环，天宝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有还欢欢喜喜为林家嫁出去。金良，金良，你到底
什么人？谁人要把我抓来家嘞？你讲话啊！我跟你也无熟识，你谁人要把我抓来家？好啦，你放心啦，卖你紧张好无？放心，佳佳的，真紧就放你出去啊！啊，快快去！是。小蛋嘞，你都没放我出去，你到底什么人？谁人要把我抓来家？快放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心如淡薄荷，求菩萨能够保庇我的查某囝林玉环，求伊无病无痛，求伊平顺一世人。麦三米，文大，代志办了安怎？尴尬的，我拢查清楚啊。这几天的时间，你就当将我交代的代志办到这么好，真好，我无看唔着人。这内面有洋山所在，都是尴尬的产业。因的生意有货运、牛行、布庄，甚至包括饭店，只要内头生意，因拢分。尴尬，迄个老太婆是一个寡妇，会当有今仔日这款场面，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的。老爷，六三怕什么？哼，偏那需要什么怕什么？只要老爷肯出手。寡妇都无放伫遐眼内啊，尴尬阁算啥？鹿港是尴尬地头，咱若无甲伊放伫遐眼内，以后啥物食亏，下个毋知影咧。哎，你讲这句话啥物意思啊？铁哥，文台讲了无毋对啦，国康怎讲，这是人的地头，咱袂当伤过大意。文台啊，那准讲换做是你，你会安怎处理的？大侠大吉顺，江老太太的弱点都是伊的后生。在这世间，敢若伊迄两个宝贝仔囝，会当让伊失去主意，风尘大乱。文台，是安怎你的想法？永远就跟我遐尔同款。忘掉，对付伊的好事，就是对付伊老太婆唯一的方法。真紧，咱就会当有一出好戏通看。新大人，朱书记应开始买手地方的势力，代志应该真紧就会发展。属下见机行事。秦亮，地震动，你滚啊！想要创啥？别管。秦亮，秦亮，你伫外口等我。秦亮，外口等我。秦亮啊，你是要创啥？秦亮。清亮，啊！你这计策是要创啥？阿伯，我知影你这世人上怨恨的，就是你的小弟。啊，不过你的小弟就是我义父，我今日来，是专工要来化解你对伊的怨恨。清亮，你尽量怕清亮嘛？你就把他当作是你家己的小弟。甲这十几年，你心内所有怨恨、所有不满、所有委屈、所有折磨、所有痛苦、所有侮辱，
拢发对我这来。笑，你起笑，你别走，不准你开门。秦柳，你是被撞上了。动手，我唔动手。阿内，你著继续无路用一世人，继续怨恨你家己，继续耻笑你家己，继续和鬼路港人侮辱你一世人。动手。现在别怕，敢讲你刚刚对实在发生的，连驾驶家的小弟的勇气都无。唔是阿杰，你干么事？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让我荣华富贵，现在我还收到等于，我问你。你知影阿兄贪生怕死无路用，为什么你死？我是来给我带去。你给我把这世界，我阿小人来糟蹋，承担这大的侮辱，承担这大的折磨，我把这世间尊严糟蹋，背叛背落。我生不如死，我比一只狗还更不如。阿伯。阿伯是的，咱所有的人拢无得了解你心内的艰苦。是的，我不愿啦，我艰苦。是的。青龙，我都有较激动，出手较重，歹势吼。不要紧啦，我肯定去啊。你若是对阮有悔万分，还袂消，我继续给你拍，不要紧。哎，是讲你那边安尼做，我只有阿伯，卖讲万分青龙的义父，伊才会当接受药方，重新踏入林家的大门。青龙，我你讲敢对？你对玉环牺牲遐尼大，啊！你甲玉环是玉环，是我自细汉到你大汉的结拜小妹，而且伊又阁封我做青龙大将军，叫我一定要照顾玉环，保护玉环，所以我那时候根本都无剩下。阿伯，敢把你答应？提某甲玉环情书啊，玉环希望会当阮林家大门嫁出去，希望阿伯会当成全。阿伯，你成全玉环好无？唉，世间上王是多情的人。玉环，我看你是卖倒去的。咱是踮遮等秦龙的消息。啊，不过阮阿伯一定袂听秦龙的话。秦龙伊的个性阁遐尼啊冲动，唔知做啥物代志。我想要来看卖咧。大小姐，这个代志你着放心交予秦龙去办。伊即马甲较早无共啊，伊即马加紧定着，而且伊为着你甲天宝的幸福，伊绝对会想着办法，予领导爷接受你。嗯。对，要是有喙须的幼代志吼，较准。漂亮。
别赖啊！玉环，俺们跟救人。对，我咧早准啊，咱向阳山下到去啊。阿伯，阿伯。好，叫一条，叫一条哈，叫伤侪声，阿伯袂惯势哦。阿伯，这样，爸，来。李老爷，想袂到你真是庆宁大小姐。阿达都来啊，无论我是来要创啥。阿伯。我甲玉环，你莫讲，我拢知啊。玉环啊，春桃这个查某，唔是啥物好大家哦，你真是要假讲到？我相信，只要天母爱我，我一定会化解所有的困难的。代志唔是亲像你想遐尼单纯啦，尴尬饭碗吼无咧好捧咧，就要应付大大细细的代志。啊！你着搁看春桃仔的面色，嘿，我看吼，你若要继续讲教，着爱较讲话咧。阿伯啊，做你放心啦，我袂让玉环一个人应付大大细细的代志。可再讲出来，有我甲阿兄，而且阿兄嘛有人甲斗相共啊。那恁阿兄是啥物甲斗相共？另外的，因两个要成亲啊。啥物？恁阿兄要搁成亲啊？叫啊！哦，我这想讲一个老查某，那遐好心，遐好心嘛。原来代志就是安尼哦，你拢知影？阿伯，林老爷，请你较冷静。我现在就要冷静。是安怎样啊？世间的人，大家拢有幸福，干那我甲美秀，就爱这么艰苦。阿伯。我会当代替美秀来友好你。唔免，我干那一查某囝美秀尔尔，你无多人代替美秀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袂让你对林家的大门嫁出去。阿伯，阿伯，你已经答应我，袂阁妄要，我跟玉环啊。阿伯，咱唔是讲好啊？我用个卖怨你，但是我袂用个温准任何人牺牲美秀啊，绝对不温准，有听无？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什么？林文杰伊反悔啊！伊唔答应。是啦，伊拄才派人来讲，我甲表兄成亲，伤过委屈因查某囝，所以。伊都无要答应天宝甲玉环的婚事，一个死老狗！阿姨，林文杰伊安尼反起反倒，咱是要安怎才好？你甲天星的婚事先办。阿娘，明姐，你答应过，我甲天宝的婚事同齐办。假使玉环的代志无解决，我嘛无爱娶。想袂到我吴春桃一世英明，在这个时阵，去踢着铁棒。阿姨，我看，只好我亲身走一撮。阿姨，你是要去倒？找迄个死老狗啊！安尼敢会伤委屈你啊？为着我的宝贝仔囝，搁较大的委屈，我嘛爱忍受。那呢，我陪你来。唔免啦，林文杰，你我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，我要一概算个清楚。林文杰，林文杰，
我江湖村长来找你啊。哎，江湖村长，你老早啊？你在创啥？哦，恁是讲人多，我就咧惊恁是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老命一条啦，家家是陪你啦，你要安怎？亲家，像是恁亲家啊？哎，你的查某囝嫁予天神，即马你的孙啊要嫁予天宝，咱毋是亲家，无是啥？阮林家已经甲恁哦恩断义绝啦啦，田无高水无流啦，阿摆恁江家人哦，莫入来阮家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亲家，点去送恁亲家。亲家，美秀已经死了。日子还是爱继续过落去，就予咱将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所有代志拢放袂记。放我袂记的，讲落遐尼简单，换准死的人啊，恁查某囝，你会放我袂记的袂？你抓准这段时间，我感觉袂痛苦的心，无唔对，你是失去一个查某囝，严格天性的心带去，我嘛失去一个后生啊。你失去美秀有多痛苦，我失去天性的心就有多痛苦。规天无分躯体，茶袂饮，饭袂食，甲死人有啥物无共？天下父母心，亲家，天下父母心呢？天下父母心哦，哼，讲甲遐好听。你敢有做人是大人的本分？就是因为袂晓，才来跟你学的啊。亲家，听讲你已经肯承认玉环啊，这是一件好代志啊。安尼，咱会用做亲家啊，以后我会好好对待玉环。弥补我过去的错误。哈哈哈！讲规半波，原来你是讲叫我安尼接纳玉环，倒转来林家，才对林家嫁出去，互恁江家安尼相喜临门。哦，你阁真敖拍算哦！我甲你讲，我林文杰散歹过日，我也袂互你好食好困啦。过去你用硬。无法度，即马要用软的啊！哼，我甲你讲，我袂让你骗去，我也袂同情你。恁爸就是要看你艰苦，让你艰苦，要看你艰苦，我才会欢喜啦。好，我即马真痛苦，我承认我做唔对，你欢喜啊吼？要安怎做？你才肯让玉环踏入这个大门？真简单啊！求我，我求你。哼，你搁讲一遍，我听看嘛。我求你。江阿春弟啊，想袂到有一天，你原来会救我吼。好，你救我，是要哪样表达你的诚意啊？你讲。只要你开嘴，无什么代志是我做袂到。嗯，好，嘿嘿，较想要好样啊！你讲话哦，较大声说，会用的，5000两就好，听话。起来。这是8000两的银票，请你收落来。啥？早你就计算好势哦。条件是你开的，钱拢在遮，咱就安尼是讲定。来，等。我并不是遐尼贪财的人啊，这个代志哦，有关系我查某囝的名声。美秀啊，是恁用大轿甲带入恁江家，
我希望伊永远做天成的大母，也希望伊永远二十年、三十年做恁江家的大新妇。会用的。也阁有，你若是有诚意，我希望你将美秀的新厝牌啊，请倒转去恁江家，入恁江家的祠堂。啥款？安怎？唔答应吼？你根本就无诚意嘛！亲家，你会发现我真有诚意。哼，我答应。亲家，请。也唔赶紧请亲家坐。阿伯，请。啊，免。阿看唔是姓江啊，我徛咧较惯势啊。开始啊。请请江家第十一代大房新妇江林美秀拜位，颁奉历史，影响香火，庇佑代代子孙，江水长流，万万世世。江家第十一代大房新妇江林美秀回来了。美秀，虽然咱是人间，袂当做一对孤单的翁仔某，不过伫我的心内，你永远是我的骄傲。我会时常来甲你看，一世人，咱已经无缘，希望后世人，咱会当做一对久久长长的翁仔某。感谢你，阿弟啊。虽然我决定另外娶明远，不过美秀永远是我的骄傲，我一定会代替伊，友好你，尽一个做囝婿的本分。美秀，阿爹总算看你入恁江家的祠堂啊，你会要放心啊？亲家，这个新的神主牌呀，是我请到江上好的师傅做的，你敢有满意？天宝，定会叫玉环来物件看看的，搬转来林家。请慢，亲家，请讲啊。玉环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哪会遐尼拄好？伊阁介意恁尴尬的人，我拜托你，你后摆吼爱好好啊来照顾玉环啊，拜托你。你放心，我会。林家的代志总算是解决了，要阮江家办喜事啊！
我要跟你讲一件大事。是安怎？你阿伯伊，阮阿伯，佫唔肯认我这个查某孙阿是？伊叫你明天管管的，搬回去娘家。你，玉环，伊唔若答应，予你搬回去娘家，而且伊嘛答应咱两个人婚事。真实嘞，真实嘞。当然是真实的啊，大小姐，这个时阵哪有来跟你讲酸笑？玉环，今麦所有困难拢解决啊，你有阿爸祝福。伊就会当安心跟你讲价。是啊，你即马甲阿伯相认啦，而且阁得到遐尼好的归宿，连将阮在天之灵，来当安心啊。天公伯有目睭，咱经过十几年的折磨，最后还是会当过平静快乐日子。玉环，为今日开始，你的天保大将军。就会当逐天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哎呦，阿兄，咱两个人哦，通好出去啊啦，有人伫做散开哦，咱两个人散较边去。你莫喊你拖延好不？哎，这边我你甲清流安尼先，都莫我拄着。清流，哎，清流呢？刚才不是搞的。玉环啊，你明天看管的。我来提醒侬。好。你不要走！你现在不要玩真哩物件，走出来是要创啥？阿弟，你不要走！我想要找一份大礼送你，啊，不过我今麦阁找无。你已经送啊，而且你已经送阮一个大礼啊。我，开侬甲我讲啊，你为着我。甘愿好的白拍，甘愿好的白糟蹋，你安尼做，只希望阿伯会当心存我个玉环。我和阿伯拍几波，也是无路用。到落尾，也是你阿娘出面，代志才有这款圆满的结局。阿姆哥，是你拍过阿伯身家，可以卖个万分以后，换用玉环，阿若无。我阿娘是绝对不可能出面的。凊彩啊！既然你安尼讲，真累，我都无要送哦。咱三人做细人斗阵大汉，虽然你从来唔捌讲出嘴，但不过我心看得真清楚，你爱玉环。无你放心啊，这拢是过去的代志。我知啊，你会放弃这段感情，完全是为着我。莫唔对啊，我是为着你。啊，不过这毋是上重要的原因。上重要的原因是，感情是袂当勉强的。玉环的心内。敢若你一个人啊，所以你的心内嘛只会当有玉环一个。你会记，无论什么人，就算是我，只要敢破坏恁感情，恁拢袂当帮伊耍。你一定要好好保护甲照顾玉环。
陈川唔讲话啊？敢讲你唔相信我讲的话？我当然相信。阿哥，阿唔讲安怎？我是惊我甲杨氏了后，会影响到咱三个人感情。我保证，这个世间无任何代志会当影响到咱三个人的感情。陈宝，你若是继续安尼讲，我是真正要毙命了。来，跟我来。是要去倒啦？来啦。我问你啊，咱三个人的感情是不是跟以前同款？你乃无代无志，你敢讲这的？我问你，你敢讲啊？咱兄弟啊三个人，无论是过去还是以后，因为无任何代志会当影响到咱三个人的感情，对不？嗯，是啊。就算讲我甲尤芬成亲，咱三人心永远是作伙。对啊，绝对无人会当甲咱拆散的。无论十年、三十年。一直到永远，咱拢是永远的兄弟。是，永远的兄弟。三人同心，一定成亲。那敢若是三人同心，那呢，阮兄弟是真啥？哎，坤爷啦，你哪能讲啊？因三人感情跟咱无共。同款啊，来，这句话爱改啦，应该是五人同心。一鸣惊心。你去，拢甲你准备好啊！阿娘，这是我甲美秀唯一的纪念。你甲美秀唯一的纪念，得感觉殊荣。天成，相信阿娘，阿娘安尼做拢是为着你好。你着要甲明月成亲啊！你若是将这物件留下，明月看到死会伤心，以后你是要安怎过日子嘞？天成，你阁少年。袂用为着一个查某毁掉你一世人啊！甲明月好好生活，将来你一定会幸福的。不过，唔敢，我真唔敢，我真唔敢。烧掉过去的痛苦。就会把所有的放袂记，相信阿娘，只要你甲明月好好生活，恁的未来是幸福的。假使你若唔甘，予阿娘来替你烧，非得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歹大家。阿娘。我自己烧，我自己烧。等恁两个兄弟成亲了后，我会偷偷将生理交予恁。你是阿娘，爱好好教天宝。阿娘老啊，以后咱讲价。就靠恁两个兄弟呀，李秀，是的，我会安尼做，是不得已的，希望你会通原谅我。我的两个后生，
总算是回来我的身躯边。什么代志？刚刚送贴吧来，田宝就要成亲啊，而且对象就是李永环。哼，双喜临门，两个兄弟刚一刚要成亲，看起来刚刚迄个老太婆为着伊后生，甲临门结婚好啊。查某人哦，就是查某人，拄到亲情这关，规个心肝就放落软啊。这本来就是老爷意料中的代志，看起来尴尬变想要逃出，老爷的手中心啊。老爷，若需要我斗三工所在，你做你吩咐。大家跟我需要用到舞刀啊，这件代志。交替我去处理就够啊！无啊，这张贴啊，你应该有兴趣看卖啊。我无兴趣。玉环要成亲啊呢！成亲啊！无啊，看你安尼，可能无啥欢喜啊。我真欢喜啊，啊，不过伊歪承认我这个阿娘，我嘛无办法。哎呀，你哪安尼讲呢？敢讲你无希望在家己查某囝成亲一天送伊上花轿？敢讲你无希望在伊成亲的时阵送伊一副大礼呢？你若是唔送，袂要紧啦，我来替你送一副大礼给伊啦。